现在回想起来，和他相处的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珍贵。Surprise！ 我带了个礼物给你。我是爸爸，你才是妈妈。你来。你好吗？整段删掉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搬家吧。叫我蔡编辑。心情不好，全写在脸上。你以为我还跟以前一样吗？我早就变了。不要每一次吵架到最后你都不说话，不说话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不会爱了，好像已经不需要我了。那要听话哦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，可是我想要再试试看。李拉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消极的治疗，争取你跟他相处的时间。你愿意为他放弃生总编的机会吗？一下下，一下下就好。